们先拼一次这个额度价。哎，我们看我们伺服器都没有人做。好了，先来拼一个这个一次啊。来哦，大家准备好了。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啊？格斗家是卡池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看啊。来，制作，锵锵锵，锵起来哈！来哦。啊，好机费，掉失败。哦，我们这个伺服器都零啊，银子哦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银子，我换一只角色啊，来，这个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先来弄这个，没办法，这个不能转移的，啊，那一只没有那个银子。哦，四成功哎！哦，这运气不错哦，四成功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灵魂升华，啊来，又是灵魂升华，啊来，战斗强化卷轴，啊来，哎，嘿嘿。嘿，中传说的几率被用掉了，不是这样说的吧？不是这样说的吧？如果是纸片的话，大家就爽到了。稀有武器箱，哎，我要上电视，我要上电视。上，稀有长靴箱，我倒希望它是那个英雄的啦，不需要这个。上电视，上电视。好了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我又开枪又中一个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是这个系统就今天都被我蓝装就对了，一个五官，两个五官，啊，这个几率不错、哦。太扯了，几率好像澳洲地方，哎、欸，点错地方了，我缓解，我缓解，哎、欸，我被调几率啊，死档啊，等一下、喔，没事，为什么刚才卡死在那个画面？是，我是被调机率的，是不是？一二三，哎有嘞，哎、欸、有嘞，三张哎，那我们去制作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个了，直觉就是这一个了。我的娃娃应该是满的。黑长者，好，没问题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要不要把这个解掉？这边可以有一次啊，这里可以有一次合成蓝的。来，先来上一张看看。哎、欸，有机会哦。哎、欸，这样居然死掉了。靠，刚才那个会不会太扯啊？四蓝一绿死掉。好，来，就这一波。各位观众，一波红，来刷一波，刷一波。蛮期待它会出现什么东西的。刚才那个已经给我挂掉，合成又给我死掉，这次该轮到我了吧？好了，来了。来喽！第四只红娃究竟会不会诞生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开抽！哦，干，有机会！哇，死掉！斯克巴女皇，哇，三跟二啊！
太可惜啦，这个没赚的，没赚的。来抽一下，哎，哇，紫色就是骗人。变这个东西收了，没有这种飞的吧？好歹来一张蓝色的吧，是不是？中蓝色，感觉是绿变。又是十七，不要那么准吧？啊，昏倒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理他了。